晚上好，司机。现在店面湿滑，而且上下可用的116型机车不多了。有会员编组报告说，在上山前往300时存在线里下降现象非常危险，幸好有你可以驾驶备用的116型机车。现在请你连接以下几个编组，为其安全上山提供额外的推动力。OK， 欢迎回到我们的火车4，这期来试玩一下新出的300铁路的强制任务，叫英雄救我啊。这个任务名起的也是非常的直白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。然后他这个 DLC 有个强制任务叫遥遥乃兮啊，我也不知道是拿什么玩意儿翻译过来的，就蜜雪冰城狂喜好吧。让我坐下，然后一会儿我应该就是要怼他后边。这个任务可以说是非常的抽象，至于怎么个抽象法可能你们一会儿知道的。熟悉的116 ES64， 这应该也是 ES64U2。他这个驾驶室的布局和德铁的车还是不一样的，单独坐的应该是。看那个第一位客户马上来了，连挂到其后部，他都过去了。幻象之前换过了，缓解制动，哼，暴力操作，等待两分钟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等啊？啊？现在18:33，我需要等到13:34，几点了？哪整才五个小时时差出来呀、啊？不到啊，得亏这块没有坡，你就直接缓解了制动，车也不会溜的。这样开一个前照灯和尾灯，然后呢？它就是 ODBUIC。嗯，今天告诉我们最好不要乱动。这边有一个 FB 的开关，就是底下，我看能不能用到。我觉得两分钟真快，我觉得开着吧，万一呢？蹲下来看，这儿呢。FB 240，230，不好意思。这样施加动力和动力就走了，给一点点动力就行了。这7200瓦是7200瓦吧？这反正，等会儿啊，这反正是个动力怪兽啊。目前限速30，116079。啊，刚才是不是有电火锅？我没记错吧？7200瓦的，不是7200千瓦，7200瓦过分了，7200瓦拉得动啥呀？西法，连续，这必须开个连续。咱这次任务本质上是一个雨天上坡的补给。那这车可能不是双机的。他这个 PGB， 这40真的是生效的吗？他这边因为 PGB， 所以说直接给 FB 拉到了40。一个新的联动，防呆。啊，咱就差这一点儿啊，咱就闯红灯了。既然如此，拍个照啊。然后这样我们需要倒回去，因为超过任务的判定点了。多么的可悲呀、啊！别了，制动环节没有溜啊，你这车有驻车咋的？不是啊，功率没归到零位，这什么动静？这么远，直接自动打满。哎，打不是，快捷键怎么还能失效了？停太近了，不好意思啊。然后联系信号源，给一个吊车信号，然后自动缓解，直接走。毕竟这车是用于比较多坡的多山的地段，可能它有一个自动的驻车也是可以
理解的。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实中有这个配置，但是刚才确实不留。我操，差一点儿啊！差一点，这个超市都没碰到。看一下。我靠，不会要直接怼上去了吧？没事，咱们的制动比较靠谱啊。这样先给一点动力，然后直接制动缓解，然后等车动一点上直接制动，应该距离够了。就是你不能在那个就断到动力之后再施加制动，这样有可能来不及，可能会溜。这只能说游戏里边能连。咱严格一点，咱撞一下好吧。咱把缓冲饼怼上，这样他们。自动机。你这不是好，可能在一个弯上。上山时注意路面湿滑，记住你会在整个编组的后方行驾驶，所以在第一编组通过后，信号灯就会变成红灯。这会抽象的地方就要来了。咱现在不是连挂成功了吗？咱缓解啊。接下来，我们的这位同事真的就是一点儿用不顶。现在他应该按理说啊，这个车应该有 AI 驾驶，他应该把这把车里一个人没有啊。算了，走吧，咱给他推走吧。这个任务虽然说是让我在那个整列车后边驾驶，但是。但是这个车头啊，没有人控制，就是我相当于我要在这儿控制整列车，然后我真不理解。调感模式吧，然后这边幻象重新换一下就好了，是吧？你说是不是？70，行，走吧。那不知道这方向限速多少，先给点动力，省着溜车。毕竟前面的大哥，对吧？他又不能拽着我走，就得我控制他。我不光要控制我自己，还要控制他。等会儿，挂车限速写哪儿了？这儿呢 ？SS667890。哎，我靠，太吓人了！制动重量的不算了，制动箱应该是能上120的。我比较懒，不算这种重量，这玩意儿开到120应该不成问题。它载了货之后是有那个可以上到120的限速的载货重量，所以说它是可以上120。它这是两个挂一起的，哦，怪不得它那个重量是60多，和集装箱哪来那么沉 ？SS 的限速是66哈 ，A 类限速，我不知道它那个什么是什么呢。A B C D 我也对不上，所以说，哎，目前 P G B 限速120，我应该是可以上120的。这要是拉篷车的话，我记得好像哪个任务里边的篷车它最大限速就是100，我觉得什么都看不见，你让我推在这儿整列车，然后。问题就是我要控制整列车，怎么什么什么玩意儿想个没完了。我过下一个绿灯再点一下那个释放吧。怎么想个没完呢？应该刚才那个超时的时候导致的，这边限速70上不去了。这样咱降 FB 速度70，不是。我要挺不理解的，我一个补给我要操作整列车，这我没有视线啊，这你看已经变红灯了，我第一节车已经过下一个信号了，挺抽象的，就是我现在需要通过 HUD 去驾驶，我看不到前面的信号是什么。哎，我就硬顶着完事儿了。
可能他这个任务也不会设计前面就有什么需要我去瞭望的东西，所以说才能这么高。但我还是觉得很抽象，真的，就他就不抽象吗？不是，这个能 PGB 响没完啊？苏比埃夫苏，别想了，吵死我了。咱搁这山上换上蛇了，一会儿可以上天瞅一眼。反正目前没啥，直接上天。应该线路还挺曲折的，但这游戏不像那个 TS 老的 TS 一样，它可以那个飞到天上特别高啊。就是它只能飞到这种半高不高的高度，导致你看这种线路的景观其实不是特别，视野不是很好。其实，哎，你要前面的车没有人，直接让我去开前车不得了，跑两步无所谓的。但这玩意儿整的整的还挺抽象的。这个线路建设的，你看这限速60我都不知道。正常补给如果不由前车直接去控制，它能拿前车控制吗？应该可以的吧？哎，不需要回声制动。我应该直接滑到速度的。按理说补给通信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的，但是让我用后边的车控制整列车的太抽象了。这种情况应该就是头尾两个车有两位司机分别控制的，这样他们应该会通过对讲什么的去联系。国内我记得补给也是这样的吧？你看这怎么回事儿？你看西法跟他抢话了，咱这现在整个车也就西法和 PGB， 他俩搁这抢话。当然 PGB 抢不过西法，所以说 PGB 不乐意了，那话多。他这个隧道的那个光线还是，毕竟没灯，目前确实看什么都看不见是正常的。乐。西法抢话了，咋的了？我动力了。哦，刚才被西法抑制了一下，西法卡麦了。没事，请点点。石拱桥都不知道哪年。这线路好像最早是19世纪中叶建的，就是1848到185几年建出来的，就真的是非常早。完不知道如何形容，对面来车，这种车应该 UICT 版，或者是 也有可能不跨国，我也不知道。它这个游戏里边是有一期的石灰板任务的，整个游戏维也纳新城到那个什么什么楚施拉格一战之打，直接一战把整个线路跑穿。这任务准备就跑那个了。咱今天就是来体验邪门的补给，多拍几张，找个好看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 Steam 更新之后，还是显卡驱动的问题，我不知道，它那截图有延迟，按下截图键之后，过了几秒才有反应。但是截下的那个图就是我那个摁下截图键时候的那个图，那个时间的图，总之我不太理解。就比如像他这种弯，我一般都会连着截好几张，但目前就不行。那边限速60。
还有两公里。真的，如果不用车外视角，我就啥看不见了。反正正常情况下，我也不需要能看见啥，盲开呗。他这个连杆挂之后，前灯自动关了，我也不知道为啥。他，你说我没调这个东西啊，我没调这个灯，对呀、啊。反正连上挂之后，它自动关了。他妈怎么不亮了？不是，我这个前灯怎么也整不亮了是吧？启发卡麦了，这速度都已经减到那个，还是车门解锁还是什么意思，类似的意思。我操，这线什么密度啊，这也太吓人了，排满了是吧，我隔一会儿过个车，隔一会儿过个车，这么大密度吗？什么看不着，咋三条线？没看到旁边那个哪分出来？啊，这还真是个车站，还以为还不是个纯会让站。哎呀，这可留。Rush Hour， 好好好，一堆打伞的小人儿。怎么跑挺远？站个哪儿？2.4公里直线距离呗。得绕好大一圈了，我后边还有没有活啊？还就他一个呀？不到啊，这解挂吧，分离车厢16节，应该就他一个。太吵了，把他送到都不管，我自己停哪儿再说吧。因为他后边应该就是，新的末段坐起来去另外一段，然后停车位置到那个，那应该要开回去，单机车开回去，开吗？不想开了。我想直接开全程的客车去。这边还有 FB 的速度 System OBB 启发。那功能做了啥呀？被盗，就没做什么东西。这能调？看不懂。不管。耶，居然是能用的。亮度，仪表灯是哪个啊？这个。那就可以直接在屏幕上调亮度，能点啊，但是那个鼠标并没有变成那个手的那个手指的变化。这声音调啥呢？ Alright, popped。 上边点不了了，能简单调个亮度。完了，我在二点几公里
越走越远。低于两公里之后变成了橙色的条。哎呀，怎么是啥时候限速50？我都跟你讲，我什么都看不见，那纯靠 HUD 开车，我也不看 HUD， 不好意思。2.8公里后限速40。太吵了，我有点没有耐心坚持这1.7公里了。那什么怎么判定的？我一看到右边那个红灯，我觉得挺吓人。就不用看那个下边那个进度条，看顶上的就行了。好抽象。那一会儿限速40有黄灯什么的咋整？我这边正常来说，我这边需要开，我横速5呢，我功率呢没了。所以说正常我这边需要开 PGB 吗？我感觉补给都挂后边了，好像不开是正常的操作吧？我感觉都真要开 PGB 会不会误判？不是，你怎么西法一响断我动力啊？你怎么回事？再见。我感觉没法判定啊！我这边，我这个机车过那个信号的磁铁，那都红灯了，就给我摁这儿了。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？我要减速了，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停哪儿，反正我要减速了。前面应该是个道岔，那咱要不过去吧？咱飞个无人机，跟着车头走。所以说这任务属实给我整不会了。我这个车尾的位置就这么停着没有问题吗？终于开到了。货车嘛，制动大一点没关系的。我要卡前面道岔上了，我的位置停着，怪尴尬。谢谢，最难的部分已经完成了，先从
编组解挂，再交换头位。行，完成，那就这样了。我回城不太想跑了，我不想把车都开回去，我可以直接开一个一期的客车，把整个全线探一下好了，看看地图。那就先这样，这一期就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无人驾驶。